恩错，不能把我绑住。这个鬼特别厉害，因为他有很多，他的名字叫做群。哦、sorry， 等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直接与这个鬼来正面冲突了。恶鬼，我找你好久，认你儿子耶稣，我与你何干？不要逼迫我。我奉父子圣灵圣命命令你离开这里。我求你怜悯我，我只是个鬼。但你有 Peppa Pig， 你可以去哪吗？去。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的，都告诉他们。谢谢。